风色幻想制作团队重新打造北欧神话，圣战即将开打。这是被夹在诸神与巨人间的大陆米多加尔德所发生的战役，继承与英雄羁绊的战灵们皆是在这个时代洪流下飘渺的存在。英雄羁绊的神话力量，借由与游戏中的英雄 NPC 交流，玩家将逐步经由英雄副本及任务攻略里取得与他们间的羁绊，而这样的羁绊将在玩家经由神话变身的技能直接转化为最实际的力量，加成到己身。华丽无比的斗姿技能，多线型职业系统导入，由战士、术师、斥候、旅行者等四个基础职业，将衍生出多达25种的专门职业，供玩家成长休息。再搭配上多种斗姿所衍生的技能辅助，全看玩家如何搭配使用。叱咤风云战灵助阵，战力飙120%。玩家在战争天使亚斯拉奇的帮助下，玩家将拥有唤醒过去英雄战士一同战斗的战灵召唤之力，创造独一无二的最强战友。纵横沙场的坐骑战具，以战具形式存在的强力幻想集成物概念导入，就算玩家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补给职业，也能利用骑乘战具的战斗能力及强力骑乘特技，让您纵横沙场，神界与冥界命运由你审判。随着玩家加入神族与民族的神界战争次数，身为中烟英雄的玩家身上的信念值将逐渐变化，而这样的变化也将直接影响到您在人界世界里与各英雄 NPC 的冒险交流。魔兽赋予的符文之力，借由北欧神话中的25个卢恩符文字搭配组合，玩家将能唤醒沉寂已久的强力符文之力。玩家可以尽情地游历各大城镇，接触隶属不同国家的特色英雄，依照每名英雄的个性，可以有不同感受的故事发展。守护爱与信念，请成为我的英雄，风色英雄传 Online。